如果雨之后泪还不停留，如果悲伤后眼神更执着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超星练习生王东辰，也是 Neverland 的主唱东辰。平时比较喜欢运动健身，比较喜欢作词作曲编曲。然后因为有点感冒的原因，所以我刚刚一直在调整我的声音，想好好的唱歌给大家听。我把这首歌的副歌唱给你听吧。我只想说，我认真的爱过两个相爱的人，究竟犯什么错，才能爱得如此深刻？我是深深的爱过你，在我的心中从没有离开过。如果你要走，就带我走。我在亚洲超星团还准备了更多的精彩舞台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声音的话，就请为我助力吧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Neverland 的主唱东辰。然后呢，最近不是要参加亚洲超星团那个节目，所以希望在舞台上的效果状态能更好一些，所以最近都一直在减脂。那早上起来第一件最重要的事情，就是让人头疼的空腹有氧。Let's go。然后对我来说，我早上最愿意做的空腹有氧就是爬楼梯。这样爬楼梯，然后时间45分钟到1个小时。但我今天是45分钟，一会儿想做一些力量训练。Let's go。然后这是爬楼的第35分钟，再坚持5分钟，加油！不，我说错了，还有5分钟。搞定了。我们在做半个小时的力量训练，今天是最简单的胸部训练，早上就做俯卧撑就可以了。大人们，凭着我们的不懈毅力，不懈毅力，我们终于把雨给熬过去了。你看雨都不下了，我们还在骑。看见我们这个坚韧坚强，这坚不下去了，今天的运动打卡就已经结束了，我已经准备好了，你们准备好跟我一起去亚洲超星团了吗？我们节目见。李全哲，阳光开朗自由。哈喽，是小朋友。唱歌唱得好。就是我的样子啊。奥特曼。奥利。李全哲。只能是李全哲。完了，暗就是我的词。嗓子吧。